还没有睡着，被你扰了。少年派乐手赵今麦、郭俊成等主演的电视剧，剧中郭俊成饰演的钱三一，自从亲眼目睹导师去世后，他便患上严重的抑郁症，需要借助药物才能睡眠。但由于药效大，钱三一智力逐渐衰退，这让他想结束自己生命。但唯一让钱三一舍弃不下的就是林妙妙了。为得到妙妙原谅，钱三一重回江州。等林妙妙再次见到钱三一，内心乱成一锅粥。为了报复钱三一，林妙妙宣布脱单的消息，这让钱三一瞬间呆住了。好在妙妙的男友吕嘉伟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，妙妙在拿到男友出轨证据后，当众手撕渣男分手，钱三一才重新活过来。在妙妙失恋后，钱三一一直陪在妙妙身边，在工作和生活中给予妙妙帮助。很快妙妙走出失恋阴影，也发现钱三一的好。在钱三一解释清楚当年误会后，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，开启甜甜的恋爱。妙妙和钱三一恋爱后，从神经大条的女汉子秒变柔弱萌妹。在钱三一来出租屋时，妙妙疯狂暗示钱三一想同居，钱三一看破妙妙的意思，下马将她按床上壁咚狂撩，甜掉牙了。对此你有什么看法？欢迎评论留言。